国际焦点来关注英国白金汉宫在当地时间29号表示，爱丁堡公爵夫人苏菲正在乌克兰进行访问，声援受到战争影响的民众与儿童。他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夫妇会面，而苏菲呢，也是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最小的弟弟爱德华王子的妻子。他是呢乌俄开战之后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英国王室成员。那么英国王室其实在过去向来不会对政治表达立场，不过英王查尔斯3世在去年曾经公开表达力挺乌克兰，也曾经视察在英国境内接受训练的乌克兰武装部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